近一点，小心。这边有高低落差。关于我们瓦拉米古道附近的一个多美丽住宅所附近，在发生一个山难，在11号晚上11点多，民众报案，有一个民众掉落山谷有100米的左右。那当天晚上，我们立即出动地面部队。第二天早上，我们也立即申请我们的空勤直升机，到早上6点钟就。到现场去，结果要去，如果可以脱吊挂直接吊挂，结果到了现场发现没有办法吊挂，那马上通知我们的另外的第二个部队，就空中部队立即集结，在当天早上7点多，空中部队由空勤直升机帮我们吊挂到多美丽住宅所附近可以下降的点放下来。让我们的同仁直接到那个登山客坠落处，把它吊挂上来，吊挂到一个可以由空勤直升机来把它登机的点。那空勤直升机先回去，结果我们的人在处理的过程当中，到下午4点到5点的时候，已经完成把它接到一个可以直升机可以吊挂的点的地方。那后来直升机。又是马上申请直升机，晚上六点钟左右，但是到达现场的时候，那天上是浓雨密布，直升机没有办法过去。后来直升机就回来，但是我又今天早上的6点钟再度起回去，他把它吊挂过来，在6点39分吊挂成功，7点10几分送到慈济医院。